去年的时候想攒钱，没有攒下来，有几套房子下来了。去年给自己提的是考一次托福，没考，发一篇论文没发，好好写毕业论文，差点就没过，全倒了。Hello everyone, this is Angelica from Juju Planet. 2020 has passed so quickly. Did you accomplish your goals last year? If not, don't feel so frustrated because you're not alone. Besides, we still have a brand new year coming up. What are your new year wishes for 2021? Today, we hit the streets of Beijing to find out various people's new year wishes between last year and this year. Let's check them out.去年的今天你在干什么？去年今天那时候我放假，然后去亲戚家店里打暑假工了。应该在家里吧。去年的这个时候在家上网课上班吧。今年应该在家吧，疫情办公。去年这个时候刚考完研究生，考完以后在家里面休息，在家围着呢，在家待了半年。那会儿已经放假了，在海南度假。去年这时候我应该在公司实习吧，住的比较远，可能还是回出租屋的公交车上应该。就这一年主要还是在打工，还挺忙的，去年这一整年都非常忙。我在赶已经过了15天 DDL 的研究报告，今年还在赶，真的很无语。去年的计划目标就是想未来找一个好一些的工作，去年的时候想攒钱，但是也没有攒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好工作呗，然后争取经济独立，不给家里要钱。去年的计划就是考研。去年有立过一个 flag， 就是减肥。去年房子下来了，然后几套房子下来了。拿驾照拿到了，我刚来。今年刚考完研出来，希望我能上岸吧。当时是150多斤，目标就是减到140斤以下。现在成功了，实现了。有实现吗？我儿子上大学了。现在在一步步实现，都在计划当中。没有做过这种事，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就是觉得设立了也不会做，如果真的想做的不用设立也会做。我每一年都要说我要好好学习，但每一年从来没有实现过。去年给自己提的是考一次托福，没考，发一篇论文没发，好好写毕业论文差点就没过，全倒了。2021年有什么新的计划？2021的计划就是出来多实习一下，丰富自己的专业技能。2021年就是把皮肤治好呗，每天进步一点点，然后为以后的工作和生活，然后做一个好的铺垫。多工作，多赚钱。Thank you, 干爸的。就是希望追星的路上顺利一点，希望他多演出吧，然后就要能多看演出一点。看干了的呢。其实我每年的新年计划都是发财，今年希望能发更多财，因为金钱能给我安全感。继续保持140斤以下的体重，然后健康的活着，顺利的完成学业。今年还是好好学习，然后跟去年一样。不一定在今年吧，未来随缘，想找个女朋友。希望疫情赶紧过去，一切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吧。疫情快点过去，别的计划才能实施吗？能够用一句话畅想一下自己的2021吗？万事胜意。2021就是可以变瘦，然后可以皮肤变好。希望未来一年能把身体搞好，长重10斤。希望一切越来越好吧，家人健健康康，大家健康就好。事事顺心，天天开心。希望2021顺顺利利的，然后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希望稳重而大胆，明年工作一切顺利。除了想要赚更多钱以外，还是希望这个疫情能够快点过去。就是希望2021年别得新冠嘛，踏踏实实的挣俩钱得了呗。对我来说，2021一定是一个好好学习的年份。除了学习，你们哪家媒体的呀？哦呦，新京报的呀。哦呦，阿拉老呼吸弄啊。那我2021肯定要天天要看你们新闻报道的呀。